可以呀、啊，小美，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条这么大的鱼。哎，你和庄宇高中就是同学了吧？老实说，是不是早就看上人家啦？怎么可能？我在高中的时候最看不惯的就是他了。好啦，我们帮我看看样品够不够。咱也没画过，咱也不敢说。小美，你说说你这情书上到底写了什么呀？能追到众人都蠢心的男神。嗯，你快说说呀。对呀，天机不可泄露。清水村的葡萄总没人会拒绝吧？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星星躲着月光，我们分开守着，我们的梦也许再不会失望，想着你的目光落在眼眶。哎，我说，嗯，人家约了你，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还以为你就喜欢这一款呢。我对脑沟浅的没兴趣。哎，昨天你是怎么形容脑沟浅的来着？原白。对，原白。如果可以伪装，伪装我很快乐的模样，说真话，留住那失落。比那庄宇，我倒是要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原版。就翠湖了。翠湖公寓什么破地，一个人什么样。我爸妈要是知道我在这不务正业，还不知道气成啥样呢。你都住到别墅去了，还叫不务正业呢？爸妈眼里只有三种职业：老师、医生、公务员，除此之外都叫不务正业。对了，我跟我爸妈说我已经有男朋友，可千万别穿帮啊。有情况？想多了。哇，你还带了这么古早的照片啊？这个是不是那用树来骂人的帅哥？什么树来着？原版。原版？我看他脑子才进斑鸠了。哦，斑鸠什么意思啊？斑鸠坐卧简单啊，空空荡荡，啥也没有。我看呀，这个应该叫做爱之深才，恨之切。那这个是什么情况？旧情复燃了。我跟他冤家路窄差不多，差点还以为他改行靠脸吃饭。不过他应该没认出我。风情万种，鸟类学博士 VS 高冷天才植物学教授，有颜有才的花鸟 CP， 我站。打住，他研究的是草，这 CP 名字我怎么听起来像骂人呢？老实说，你是不是对他还有点意思？不可能，看庄酸那副高傲的样子，整天把脑沟深度挂在嘴边，还对他有意思？我现在就想让他知道谁才是原本。又开始口是心非了，明明就是喜欢。天天，
你看的电视剧多，你来想想办法。最常见的套路嘛，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展开说说。他不是瞧不起笨蛋吗？那你就让他爱上笨蛋。你先别上来就告诉他你是博士，就用本色去追求他。你的意思是说，我先扮演个花瓶，把他追到手，然后，真是又老土又实用。甜甜，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没白看呀。我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吧。说不定把他追到手之后，还能解决我爸妈逼我相亲的难题，也算是一举两得了。来，制定一下追雨计划。电脑。对，我明天一大早去赶大巴，我就不陪你搬家了。关系，战况随时交流。我一定要让他爱上我。加油！这里，这里，把箱子搬进电梯就可以了。好。哎，小心！庄教授，我来了，未来的日子相处愉快哦。摄像机啊？没有没有，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这是我们家乡特产的葡萄，还请多多关照。一定一定。像你这么懂礼数的小姑娘啊，现在真的是不多嘞。哎，我有一个侄子，年龄和你差不多，不知道你想不想？不用了不用了，奶奶，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布置的倒是挺精致，主人还挺有品味的。怎么是你？这是我家露台。突然觉得不精致了。庄教授，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让我们再次相遇。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虞美人。上次的事实在是不好意思哦，这是当季新鲜的葡萄，聊表一点心意。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没风度。哎，庄教授，等等我。庄教授，等等嘛。这里是私人住宅，没错啊，我就住这儿，就在202。这么巧，你也住这儿啊？小鱼，这是你男朋友啊？阿姨，怕怕生？挺好的，挺好的。你看，没骗你吧，我真住这儿。这个我给每个邻居都送了，是我给邻居的首次见面礼，你也收了吧。不必了，已经见过了。人家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大家都是邻居，你看要不要？我知道是我太唐突了，不好意思哦。我把葡萄就放在这里了，那我走了。5 4 3 2，等一下，张夏
在说我在我在我在，是不是感受到了邻居的可贵？把东西带走。难道是因为不喜欢吃葡萄？装蒜的，我们明天见。小伙子，这姑娘等了你好半天了。情侣间啊，不要冷战，有什么矛盾放在桌面上说开了，你躲着她干嘛呀？奶奶，没关系的。我知道他一定不是故意生我的气的，对吧？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演完了。对呀对呀。于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庄教授，你是搞学术的，应该知道做实验失败乃是常态，哪能这么轻言放弃？那我之前给了你那么多次葡萄，你都不收。是不是想多见到我几次啊？收了就不用再见到你了。不是哦，收了代表你既往不咎，以后和我共同面向未来呀。我和你既没有共同，也没有未来。那收我的葡萄干嘛？亲爱的冯女士，这个点打来有何贵干呢？哎呀，小美啊，我跟你爸不能来看你了。啊，是什么样的事情把您二老给耽搁了？哎呀，这好事儿！哎，有一个客人啊，突然订了咱们民宿30天呢！啊，真的？到底是哪位从天而降的土豪客人啊？老娘真是爱死他了！就是遗憾，我见不着我未来女婿了。哎，不着急不着急，那我先恭祝您二老恭喜发财啊！你们好好搞事业，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交给我自己操心就行。啊，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校领导给我打电话呢。哎呦哎呦，那你忙你啊啊啊！啊，好，拜拜。喂。最最尊贵的宾客，您好，欢迎您入住这地球上最美的民宿——美人民宿。我们一定让您宾至如归，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叫美人的都这么浮夸？暂住的事儿尊重你的决定，不过这次调研的经费可能就有些紧张了。我自己承担。夏芝，我人呢？那王树的关系网比想象中的广，
但无非也就是中年企业家那一套，耍点手段，就想让你服软求饶。不好意思，我是文盲，这四个字从来不会写。有骨气。放心吧，啊，有我在，有福同享，有难我帮你当。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未来的镜头钱、饭钱、房租可都靠你了哈，拜。哎，对了，温森那套婚纱拍完视频就得还啊。知道了。怎么回事？谁呀？来呀！大半夜的，什么风把张教授吹到二楼来了呀？难不成是想我啦？不好意思，耽误你办大事了。我能办什么大事？真是个好玩的。哎，小鱼，你们这是要结婚啦？哎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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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是不是，奶奶你误会了，我们正在处理邻里纠纷。哟，穿着婚纱倒是少见，难道是处理邻里情感纠纷？哦哟，小伙子，你们就大度点嘞！小姑娘嘛，哄哄就好了呀。啊，奶奶谢师培了。说吧，什么事儿？解决邻里纠纷。还真有邻里纠纷，张教授现在也会开玩笑啦。厕所的水可不是在开玩笑。嗯。糟了！啊！啊！我的天哪！哎呀！啊！哎呀！我的婚纱，怎么办呀？啊！啊！我要去处理一下棘手的问题，你在外面等我吧。在外面等我。还挺乐观。哎，那个大叔，你能不能帮我脱一下婚纱？这算什么？邻里合作呗。对呀，邻里合作，哎，反正是很正能量的活动。我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这个拉链怎么都拉不开，你帮我拉一下可不可以？帮我拉一下吧，谢谢。好了。哎，你就在这里等我。今天起得早，仙巴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见。这不是体校吧？这么老早就有人练功了。素颜怎么见人？
你看，阿里妈，你看，中文听不懂，咋样？把我没关好。萨瓦迪卡！啊，我真是演得太好了，这素颜绝对保证。OK， 开始。是你，美妆界的扛把子，变脸秘术的集大成者，太美了！哇哦！说吧，什么事？该不会是怕我住得远会迟到吧？放心，沙野的发布会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是不是没看微博？什么微博？跟你说，这个小区我可是选对了，旁边的公园就是个观鸟圣地。昨天看群里说，这早上能看到仙巴，我定了十分闹钟才好不容易起来的。微博转你了，你自己看。都跑到华大闹了，干扰学校正常教学。人还是要讲点道德，不要为了自己干扰别人。把人家的地方弄成这个样子，太不道德了，取关。这是可能是对家收买了工作人员，特意挑今天发网上。评论里有人带节奏骂你，说你干扰正常教学。沙爷爷怕对品牌产生负面影响。今天的发布会，你先在家避避风头吧。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把那天的工作人员名单拉出来了。敢在我静熙眼皮底下搞事情的，就别怪我不客气。我。特意一大早通知你，谁知道你不接电话，没准备什么吧？我这么懒，怎么可能提早准备嘛？你真是想多了。吓我一跳！刚刚你没出声，我还以为你偷摸抹眼泪呢。我是刚发现，我今天难得起了个大早，居然忘记说能量了。你个没腿的人，就差出门坐轮椅了。就算你记的时候，又能收几克能量？虽然走路少。我这不是外卖叫的多吗？行了，你要是没事我就放心了。我个人倒是无所谓，只是对品牌方有些过意不去。你也别想太多，我已经和品牌方打好招呼了，他们也知道不是你的问题。况且也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毕竟树大招风。有人黑你就说明你红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全世界最英俊的男人。行，那今天多吃点，明天接着收能量。拜拜。没关系，一个人就不能开 party 了吗？怎么能变得和你一样优秀啊？吉达，你就是我的人生楷模。吉达，你怎么从来不发自己照片？大神之所以是大神，可以不用脸，性感的大脑就能征服你。
哎，自拔了。收能量交那么多外卖，哎呦，我天，这味儿！好想蛇救啊。才二楼电梯怎么还不开门？怎么开灯啊？你怎么进来的？不就是丢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吗？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哎thank you.
人类就爱说些奇怪的事。男孩心想，有时候羊群远比人类好相处，因为他们不会说话，更好的是与书独处，书只会在你愿意听的时候才会说些奇幻的故事。可是当你和人交谈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些让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的话题。你怎么又？嘘！不要影响我捕猎。那你下来。我找到了，你就是我的猎物了。闹够了没有？都快一个小时了，反应该过去了吧？反应？我知道了。你有毒吧？你才有毒。我没有毒。放心，就算你有毒我也不怕的。虽然我不怕毒蛇，为什么那么想吐啊？试喂，不是，你是谁啊？哎，俺朋友。请问一下，这是小美的电话吗？你是哪位啊？你好，您是虞美人的家人吗？啊，是啊，我是她妈妈。麻烦你们来接一下。喂，妈妈啊。喂，小美啊，这刚刚是你男朋友啊？他让我们接什么呀？我刚才没听清楚啊。接，对呀、啊。不是说你们要来吗？我也跟他说了，他也知道，我们在商量怎么来接你们的事呢。啊，好像是这样啊。那他都帮你接电话了。我刚刚没睡醒吧？啊，不是什么你们都住一块儿了？这小美不能。孩子要自重自爱。不是，你不能随随便便就跟别人同居。不是你想的这么回事啊？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不是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吗？经常做实验会熬夜，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他把我接了电话。吓我一跳啊！是在。实验室里睡着了，你看看你们年轻人啊，拼事业是好啊，但是也得注意身体。对，听见没有？你放心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啊，也没什么事儿，
不是上次听说你有男朋友了吗？你也得给我们具体汇报汇报，怎么回事啊？啊，是吧？当着人家面说多不好意思啊！等你们来了之后，让他请你们吃饭，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啊！拜拜拜拜。昨天我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睡的？我比你更想知道。我怎么好像做梦做到我吐了？没有打呼吧？我对和你共处一室没有兴趣，自然也听不见你的呼噜。对不起啊，这一次是真的打扰到你了。不好意思，拿错手机了，我就先走了啊。等等。以后上点心，别乱吃药，害人害己。昨天明明是按密码进去的呀。没在装蒜的面前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吧？幸好妆没化。看看，王秀梅朋友圈又发她外孙的照片了。下个月要办满月酒，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炫耀。王秀梅骄傲了，咱们引以为戒啊。等你有了外孙啊，就不发朋友圈，不发就不发。哎呀，你还伶牙俐齿的，你怎么不劝你女儿结婚啊？我女儿那已经有男朋友了，哎，你也可以骄傲一下。那倒也是啊。哎呀，你看看小美，那是够奇怪的，把自己男朋友夸的是上天入地的。这朋友圈一张照片都不发啊？没有吗？你看这个头像。哎呀，你看我闺女啊，又精神又好看。这照片肯定是男朋友拍的。这你怎么看出来的？你一看就是男友视角啊。不是，这怎么能是男友视角呢？哎呀，别看了，我跟你说不明白。大梅，你过来，来，你看你姐这个照片是不是男朋友拍的？这是自拍吧？对，这两个手都在这，怎么自拍？拿脚拍啊？那也有可能是同事拍的嘛。有可能。我说你吧，要不说你找不着女朋友，你注意看，这眼睛里是什么？啊，眼睛充满了爱情啊！哟，大美，你判断一下，这是你妈冯翠翠还是福尔摩斯？冯尔摩斯。啊，冯尔摩斯，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把我的女儿当成犯人似的，整天查来查去。你懂什么呀？啊，我这叫时时刻刻关注女儿的动向，早发现早疏导。我肩膀上的担子重着呢。就是这次的客人来的真不是时候，不然我就可以亲眼见见我女婿的庐山真面目了。你的美。快说，是办入住啊？身份证。哎。哟，小伙子，就是你订了我们家一个月的大床房是吧？啊。你一个人住啊？阿姨，看你这么帅，给你免费升级一个树下观景大床房。这是我们这最好的房子了啊，平时啊都要680，今天免费给你升级280啊，这个价格阿姨就给你一个人，不要告诉别人啊。谢谢阿姨。来，拿好了啊，身份证，哎，这是房卡。大美，快拿行李啊。没事，这个我自己来就行，你帮我拿那个吧。哎，得嘞。哎，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民宿本来是车接车送的，可是那小面包前两天坏了还没修好呢。哎，我帮您拿。这边，哎，这边怎么了？没什么，感觉你们
挺会做生意的。给我们来个好评啊。哎，帅哥你太客气了，为客人服务那天经地义的事情嘛，就把这儿啊当自己家。哎呀，这小伙子长得好帅啊，就是小美这种只看脸的人估计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不要搞错呀，我们家小美已经有男朋友了。就是有点可惜哈，不然这么帅的小伙子又嫁成一身正气，那小美肯定喜欢。哎，刚才你还说要来的真的不是时候，你看看你刚才那背影还有印象吗？啊，宽肩窄腰，你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说不定就是小美的男朋友，你看看学校对上了，专业也对上了，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哦对哦，这怎么这么巧啊。哎，开免提，开免提。喂，冯女士最近是不是很想我呀？总是有事没事的打给我。哎呦真不错哎。哦，小美啊，妈妈问你，你男朋友多大了呀？嗯，没到三十吧，怎么啦？暑假你是不是得把他带回来给我们看看，是吧？这么长时间了，你不想妈妈？不想妈妈给你做的桂花糕，不想看看你妈是不是越变越年轻了呀？哎呀，我当然想你啊。他工作忙，一到节假日就要去各种山头做调研。懂了的。啊，那你也得自己也得回来是吧？你当面跟我们说说清楚嘛。嗯，我考虑一下吧，毕竟我的工作也超忙呢。哎，怎么不说话啦？生气啦？哎，好啦好啦，告诉你吧，他长得可别的，不就是？而且啊，他还是最年轻的青年长江学者，植物学领域的 ACE 学术带头人呢。请问，咱们这儿有没有小卖部啊？啊，有。出门以后左拐就是啊。哎，谢谢。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哎，小伙子，你是不是饿了呀？我们自己家也有小炒的。妈，你在跟谁说话？我这里有客人，一会儿再说啊。谢谢啊，不用麻烦了。啊啊，好。哦哦，真不错。嗯，帅。啊！完了，装蒜的怎么会在这儿？这行动力也太强了吧！这刚在微博上告诉他这里有黄花蒿，就瞬移过来了。水逆，一定是水逆！哎呀，还没穿好鞋呢，差点就给玩脱了。哎，不对，说不定这是上天的旨意，让我将计就计。阵风，越细雨试着陌生天空，告别有多少可能，最后我是哪一种，一个不可能的梦，有人笑我睡眼惺忪，放手有无数可能，偏偏我就爱追风。我为曾经下脚步寻找，在还是村里好，空气都是甜的。到底是什么诡异的设定？怎么每次素颜都能碰到周算呢？
你。不对，我没化妆，他应该认不出。年轻人跟山东精灵大话都不需要算灵的吗？我算出来了，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来这里有所求？事情进展的好像不太顺利啊。哈，突破瓶颈的关键是两个字：女人。请问。千万不要拒绝青青，千万不要拒绝任何对你主动的女人哦，这个对你疑惑的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嗯，你不相信我？你上山的时候应该路过了八个弯、四个坡道、三个草棚，但是还没有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对不对？而且我还知道，从现在开始，你数到十，这个万民的天空就会挂着一道彩虹哦。好了，雨停了，我们走吧。我说什么？我是最有彩虹吧？喂，我再提醒你一句哦，下山的时候走靠左边的那条道会跟着你走哦。我先走了。你的马甲掉了，虞美人，你的马甲掉了。谢谢哦。现在申请原地拒绝还来得及吗？时候，八戒、悟空、沙僧都不在，唐长老任我处置了。是你时刻出现在我周围更吓人。好啦，不开玩笑，说正经的。昨天我不是跟你说的那件事吗？我又加了一个新条件，保证对你只赚不亏哦。你不是要向导吗？这山我熟。老于，借我一下吗？妈，你有看见我的哑铃吗？我的妈呀！小美，你怎么回来了？哎，surprise！
次惊不惊喜，一分一万分，妈妈还想听着呢。这是他就是我的男朋友郑宇。真是你男朋友啊？是呀。那是你们两个分开回来？我们两个平时工作都比较独立，不太会过问对方的工作的。这阵子不是比较忙吗？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介绍我们家里的情况，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见了，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庄教授，你这次帮我一下，你的大恩大德，我会一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自己编的瞎话，哭着也要圆了。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让你帮我吗？清水山的路可不好走，没本地人领路，找不到东西是小，万一人丢了可怎么是好呢？看来你对丢人很在行了。小美，你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我们啊？正式介绍一下，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弟。这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男朋友啦！看在黄花浩的面子上，拜托拜托！妈，你这是什么表情？难不成你还觉得我在骗你吗？你们好，我是庄宇。啊。不得了了，铁树开花，庄酸居然会助人为乐了。哇，这不都怪你吗，小美？你也不事先跟我们说清楚，一家人搞这么麻烦。小庄啊，那个房费啊，阿姨退给你啊。阿姨，小庄这个人做事很讲原则，钱还是收着吧。这样啊，那。哎，小庄，你是不是饿了呀？我让你叔叔给你下碗面。我们一家五口，坐下来好好聊啊。妈，已经到小庄睡觉的时间点了，他现在该去睡觉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啊？姐夫都这个点休息的呀？这几天路途奔波，累着了。你赶快去跳广场舞吧，不然来不及了。对，你看看王秀梅他们还等着我的音箱呢。哎呀，小庄，明天中午咱们一块吃饭啊，尝尝你叔叔的手艺啊。没问题。快快快，你们两个送送我。对，不扫自己门前雪，只管他人往上说。哎，我自己家乱点有什么关系？总不能让亲爱的庄教授受委屈吧？您的涌泉之恩，怎么着也让我滴水相报一下，不然我这心里啊，实在是过意不去。还有你过意不去的时候。哦，对了，明天见爸妈的时候，你那个词别忘了，要不要对对台本？不要。不要也行，相信凭庄教授对我的了解，一定能把我妈蒙过去的。不过你放心，这忙你帮了我也不亏。这个山上啊，我以前天天上，什么花呀、草呀、树啊，我了解的一清二楚。放心，有我在，你想要找什么，我都能帮你找到。只要。庄教授，总不能每次都让我主动吧？让向导睡不了懒觉，而且山上路不好走，崴脚了没人陪。这你放心，就算穿上高跟鞋，我也可以如履平地的。明天中午餐厅见哦，咱们见啊。
小美和小庄呢？楼上啊，楼上。年轻人真黏糊。哎呀，我原来以为啊，小美在这方面不开窍呢，不上心呢，没想到她还挺有谱的。还以为小美是诓你的，是不是？哎，现在放心了。小庄的孩子踏实，肯定不会跟小美一起胡闹吧？那当然。啥？难得有我起的比你早的时候。不是说我在容易穿帮吗？我仔细想过了，与其遮掩，不如表现。我们努力一把，好好表现，说不定就能消除他们的疑虑了。你说有没有道理啊，张教授？这就要去山洞了。嗯。花开了。快了。哎呀，小庄，早饭都准备好了，来跟我们一块吃一点。妈，人家小庄还有正事呢，别耽误了啊。哎呀，我女婿吃个早饭就不行了，还耽误什么正事了？没事，阿姨，这个光照和温度一时半会花开不了。你看小庄都说了，我看你啊就是不愿意让他跟我们单独相处。怎么会呢，我这不是怕人太多把花给挤着了吗？哎，你们聊随便聊随便聊。来，小庄这边请。来来来，都弄好了吗？弄好了。来吧，快点来喽。哎，小庄，喝点这个黑枸杞的水啊，都是野生的，特别好，抗疲劳，抗衰老，抗忧郁，还抗辐射。抗辐射啊，对，反正什么都抗啊。妈，夸张了啊，照你这么说，医生全部改行去种黑枸杞算了。这个黑枸杞里面不就是有那个什么花青素吗？而且还不稳定，这水这么烫，里面早就所剩无几了吧。哎呦，你又知道了，人家小庄学植物的都没说呢，是吧？小庄，你告诉告诉他，这黑枸杞是不是特别有营养？当然，在夏天喝黑枸杞，可以让人大量的喝水。你看人小庄都这么说了，那人小庄还说这里水喝多了没有地方上厕所了。这臭丫头！你真的来来来来来来，吃早饭吃早饭啊！吃吃吃吃吃。啊！怎么回事？不是说我们要努力表现的吗？姐，你干嘛呢？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感受啊？这一大早上的，我还想吃点健康呢，怎么就喂我吃狗粮？你快点吃吧，你。你说，我们如此卖力的表演，他们怎么视而不见呢？可能。你演的有点过吧？不会，不对，我觉得是他们不爱看这个。哟，小庄，那你这个朋友圈里面没有你们两个合影的？有啦，妈咪，给我们拍张合影吧。哎呀，那没问题。我拍美颜哦。哎呦，我知道，美颜相机，来一个。好了，来。哎，看这里，看这里，笑一笑，哎，好极了，嗯，真不错。哎，怎么样？这技术厉不厉害？你放心，我一视同仁啊，把你一起P了。不过你也没什么好P的。发你了啊，妈！上次你不是说庄宇不爱发朋友圈吗？今天这个照片我挺满意的，马上就让他发。哎呦，你看看你啊，跟你妈简直是一模一样，非逼着别人发朋友圈秀恩爱，人家小庄发不发是他自己的事儿啊！啊，你别老逼他。哎，这怎么是逼呢？这可是人家小庄自愿的，是不是啊？就是哦，拜托拜托，你就发个分组朋友圈吧，让我爸妈看见就行了，好人一生平安哦。哟，哎，小庄你发了是吧？哎呀，阿姨第一个给你点赞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
什么情况？你怎么发原图呢，大哥？哪个是原图啊？这张是原图啊，你看我这个脸多圆啊，这张才是修过的，这才是正常嘛，你怎么连这个都会搞错？这没看出什么区别啊。是啊，挺好的呀。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因为我没给你修图，你就故意想让我出丑？还好只是给爸爸妈妈还有于美难看，不然有你好看的。谁评论了？这是和于姑娘公开了，恭喜啊！真有你啊！这么大好消息，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你怎么没问错啊？什么是分组？金总，哎，静雅的合同已经回来了。一周后有个品牌的线下推广活动，他们想要每人能够去现场站台，这个是活动的主题跟形象参考。李小姐去吃饭了。行，我知道了，我跟她说，你去吧。休息这么久了，差不多该回来了吧？你这样子发，所有人全部都看到了。嘘。该换了。不对呀，这黄花蒿开花了，不就过了出蕾期了吗？青蒿素的含量应该不高了呀。出蕾期的样本已经采过了，但谁说黄花蒿只有一种用途？它开花的样子也很美。那两个人的世界，骄傲的存在，就是我向你走来。你突然闯进来，心也跟着打开，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两个人的奇迹。哎，姐姐，山达。小帅哥。嗯，商量好，美人姐姐。哦，这这么早你就上山啊？哎，天这么暗，是不是什么都看不见？9:30了，早吗？而且今天天也挺亮的，该看见的都能看见吧。哇哦，天哪，这个天什么时候这么亮了？哎呦，而且明天的太阳也不错嘛，是不是？你来这干嘛？啊，我上山来做植物考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你们。嗯，我也没想到，昨天晚上刚说的，就这么快就能忘了。对哦，你好像是跟我说要来这儿，哎，不过真看到还是有点意外了。那你们先忙你们的那个样本，我去看看我妈有什么要帮忙的。说什么微信不设置提示，我看你回复别人倒是挺起劲的。我没有在看你手机哦，你继续发微信吧。哼，躲躲藏藏肯定有鬼。你怎么了？没什么，不是前女友就是暧昧对象。你怎么来了？不是电话里和你说了今天没空吗？他是谁？长相匹配率70%，难不成装蒜虽然没有女朋友，但已经有了思？
哥。好的，想多了。小朋友你好呀，你叫什么名字？这是你的名牌吧，庄穗雨。这是你亲弟弟啊，你们家取名字的方式可真特别。嗯，我叫庄慧，和魏慧。没文化，没礼貌，叫人。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小朋友。阿姨好。小朋友是近视眼吧？今天忘戴眼镜了，姐姐离近点让你看清楚，叫我什么？阿姨。你才近视，我两个眼睛5.2。2年前测的，是该更新了。对对对，让你哥哥带你再去医院测一下，要去专业的眼科哦，不然小朋友不专业。阿姨，你也太自来熟了吧，上升射手啊。你怎么知道？妈喜欢看星座的毛病怎么还传给你了呢？啊，原来你上升星座是你妈告诉你的。嗯。哥快走吧。哥。嗯，他怎么还知道你上升星座了？哥，你快开门啊！你离家出走，爸爸知道吗？嗯，哥，我告诉你，切，神神秘秘，谁想听是？一家子冷脸怪，果然是我想多了。庄宇这样的怎么会有前女友？哥，嗯，这个阿姨是不是这里有？阿姨，你怎么还不走啊？哥，你俩同居了？我走了。哦，原来阿姨也住这儿啊。哥。我们约的是午饭吧？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没人告诉你，女孩子化妆的时候不要催吗？哥，还是你懂。嗨，你们怎么也来了？好香啊，吃火锅。哥，我准备出门的时候碰到了他们，想着人多一起吃拍热闹，就一起叫过来了。哎，一到午饭点，小李就鬼鬼祟祟的。我跟大齐一路跟踪到这儿，顺便买了点菜。你才鬼鬼祟祟，无聊。老大，我们不是破坏了你们的二人？那就一起吧。庄慧，端菜。脑够深的呀，脑花还有这讲究？我哥吃脑花不喜欢吃脑壳浅的。你说什么？我哥吃脑花不喜欢吃脑壳浅的，说是什么脑够深的才有嚼劲，也不知道是什么说法，我怎么就吃不出来？人家约了你，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还以为你会喜欢这款呢。我对脑壳浅的没兴趣。哎呀，这么恶心的东西不要放在美人姐姐面前了。来来来，我帮你拿开。来，花露吧。啊，来。你喜欢吃脑花啊？我记得当年华大的红油脑花也挺出名的。脑花可是老大仅次于小笼包的最爱，对，每次点都点脑够深的。嗯，你们都知道啊。老大约会肯定是去高端的地方，哪舍得带师母去食堂呢，是吧？啊，对对。所以师母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不喜欢？没有，喜欢，特别喜欢。你在这扒拉什么呢？我找脑花呢。姐姐喜欢吃肉。刚才那游戏还没玩完呢，该谁了？我们一起过大学作业。哎，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吧？怎么还跟小学生计较呢？就是，你还写过大学作业呢。就你话多，下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事动摇过我对专业的追求。庄教授，你这说的是啥呀？你这宣誓仪式吗？老大这思想高度，怎么可能是你能达得到的呀？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我从来没有在大学约过其他女孩子，然后又放人家鸽子。师母，你这命题有点特殊啊。哎，你也没约过女生啊？我没放过人家鸽子。哎呀，没有了，没了。来吧，愿赌服输啊。难道当初庄宇没看我的信？来，好吧，输在美人姐姐手里，五体投地。你怎么连成语也不会用啊？这叫四仰八叉好吗？师母你就别送了，我们也没能帮上什么忙。没事，你们不是下午学校还有事吗？我留下收拾就行了。老大，你这个切片哦，不对，是切菜技术真是一流啊！就知道溜须拍马。美人姐姐，我不走，我帮你吧。不用啦，这也没几个盘子，刚报到，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好。喂喂，我们走了。老大，我们就先撤了啊。老大再见，走了。师傅再见，拜拜。拜拜。美人姐姐，拜拜。拜拜。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洗碗。我洗吧。这多不好意思，我在你这白吃白喝的，而且咱俩是一个人，客气什么？不客气。嗯？我从来没看到过你洗碗。所以呢？所以，碗交给你不放心，歇着吧。切，我是看你刚刚游戏输了，喝了两杯，怕你站不稳。输？不是谁赢谁喝酒吗？啊，你是不是根本没玩明白这个游戏啊？想什么呢？哦，我在看鸟呢，真好看。去沙发那儿看吧。我不要，在这个角度刚刚好。我帮你。庄教授，采访一下，在大学里应该有很多女生向你递情书表白吧？不清楚。不清楚。好像是有过一些，不过递到实验室的都有老李代收，没什么印象。那你一封情书也没有看过？那你也没答应过任何人的邀约？没空。什么嘛！那你也太不尊重别人了吧！你
你被南山放过鸽子？怎么可能？像我这样的，别人排队给我递情书都来不及呢。哦。对啊，我这样的，三天换一个，约都约。你干嘛？泡杯茶，听你慢慢说。说什么？三天换一个，四年起码有487个故事可以说了。我已经说完了。说完了？我怎么没听见？要不要拿你的麦克风再说一遍？关于放鸽子的故事，我的确是有一个。我想问你。稍等。我今天。我今天还没组织好语言，能不能改天再说？正好，我现在有点事，要去学校一趟，改天。哎，要变天了，记得带伞。闪电吗？都要下雨了。那，你哥交代的，他回来之前你得喝三杯水。啊！不如这个就算第二杯，好吧？毕竟你也知道，你姐姐我数学不好，你哥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嗯，姐姐，还是你有办法。我哥这样的，你就只能被你制住。来，展开说说。快跟姐姐说说，你哥哥是啥样的？嗯，哦，喝口水，清清嗓子，慢慢说。我的哥哥，是一个特别简约的人，生活中啊。他除了学习就是植物，就像他说的，从来没有什么事能动摇我对专业的追求。哎，作为当年的高考状元，他明明什么专业都能去，家里啊都想他学金融，可他偏偏要学种花种树，又一口气读到了博士。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喂，你好，下班了吗？交什么朋友，更别提女朋友了。哎呀，爸妈都很着急，可他却说我的人生里没有这个规划。哎，怎么会有人的人生里没有这个规划呢？当然有的啦。哎呀，虽然呢结婚生子是大多数人的生存轨迹，但不是每个人都要按照一样的轨迹来生活的，对吧？我哥好像跟你说了一样的话。真的？那你也挺厉害的，一口气就说了那么多关于你哥的故事，就跟写小作文似的。嘿，暑假作业啊，刚写完一篇《我的哥哥》。哎，你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词我用的是不是特别好？嗯，肯定能得高分。哇，好厉害，一口气就把它喝完了。姐姐再给你倒一杯啊。哎，怎么还喝？不是说刚刚那杯是第二杯吗？那这杯就是第三杯啊。刚刚那杯是你自己要喝的，那不算，这杯才是现在姐姐让你喝的。姐姐数学不好，你是可以理解的吧？姐姐，你跟我哥一样总是讨厌。不急不急，你先拼会儿模型，等会儿慢慢喝。哎哎，不好，完了。你别哭别哭，零件都在呢，你先进屋别淋着了，我去给你找回来啊。姐姐，我跟你一起。不要不要，你年纪小，抵抗力差，万一被淋感冒了怎么办？姐姐，那你怎么办啊？有雨棚的，姐姐淋不着。别哭别哭，姐姐一定会还你一个完整的模型。别哭别哭了，姐姐你先别找了，我打电话给我哥，现在就让他回来。不要啊，你哥突然去学校肯定是有什么，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这点小事就别麻烦他了啊。上次妈告诉我们那个治疗感冒的偏方是什么来着？恭喜老大获得访学录取通知书啊！老大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希望老大在国外的时候可不要忘了我们。就你那嘴能说？怎么会呢？嗯，这肉好了，给老大夹一个。来。说了多少遍，我对你的心意可是真的，请你记住好吗？明明是高考状元，公认的学神，拥有大好前程，却跌破所有人的眼镜，选择了一个赚不了大钱的专业，又不撞南墙不回头地扎进青蒿素的世界，非要解决世界性的难题。这不就是一心要跨越沙漠去寻找金字塔的少年吗？
好惨啊！森林里，在光线中穿行，遇见雨后的天气，遇见某个人，偶然的回忆，然后孤单世界都变清，脑海。就是我向你走来，你突然闯进来，心也跟着打开，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两个人的期待像梦一样精彩，候鸟循着光而来，森林的光盛开，等候鸟飞过来，决定你是我的未来。我关注你很久了，经常看你的微博。哎，谢谢。夏芝姐好，夏芝姐好，夏芝姐，夏芝姐好，夏芝姐好，你这个衣服真漂亮。今天的名单你看了吗？怎么了？虞美人也在。真的假的？这都闹成这样了，他还敢来？你看到了吗？季大转发了虞美人的微博，像是表白呀。对着虞美人那张脸，他也表白得下去。估计啊，他是想借着季大来洗白呢，毕竟季大全网无黑点呀。从此，虞美人就是他最大的污点了。哎，你说这虞美人有什么好的呀？这季大到底看上他什么呀？总有我们不知道的本事。那我还真想知道一下。夏芝姐，一个过气博主，也值得你们议论。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公益宴会。到现在还没有新消息，他应该是不会来。这么多年，总有一点没变。只是可惜了我那条裙子了。我们不 Q 流程，哪位小哥哥小姐姐想要先上来介绍展示自己的义卖品的话呢，就可以先来到舞台上。有哪位先来举手告诉我。先来。好的，有请这位小姐来到舞台上展示你的义卖品，欢迎你。大家好，非常感谢主办方能给我这样一个和大家坦诚相见的机会。我必须先得做个自我介绍，否则在座的各位可能没人可以认得出我来。我叫虞美人，花名美人鱼有大长腿。幸亏之前没有取名叫美人鱼有大眼睛，否则今天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更对不起各位了。首先在这里我想非常认真地澄清一下，我真的没有整容，
如果整了容还像我现在这样，我可能就应该要去找整容医院索赔了吧。不至于，挺好看的。有些人说是我在制造外貌焦虑，说实话我本人就是外貌焦虑的受害者。但是当我发现掌握了化妆的技巧就能消除这一切焦虑的时候，我选择把它分享出来，希望那些和我有同样问题的人可以更加自信一些。在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想来我也错了。但错不在化妆，错在我误把化妆当成了对抗焦虑的武器。其实真正的武器应该是无惧焦虑和审视的自由。我很开心，因为我现在已经拥有它了。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几天我上了个没花钱的热搜，不管是谁替我花的钱，在这里我先谢谢他了。正是因为这位好心人，才能让我在淡出博主圈之后一下子又吸引了这么多关注，能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能让各位有好奇和耐心听我接下来讲关于保护地义卖的事。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关注到我都挺高兴的。恬不知耻。还没上台就要走？还要上台给他做陪衬啊？你怎么和赵总交代？热搜可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跟他解释的。林清玄说过，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态。但在有些地方，本应该自由在天空中翱翔的野生鸟类们，却因为盗猎和湿地退化等各种原因，正在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所以今天我想要借此机会，借助大家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在地球上有这样一群生命，值得我们尊重、关注和保护。哇哦，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看到现场有很多品牌方代表们已经对我们保护地义卖产生了很浓烈的兴趣。来，大家一起来举牌，让我看看都有哪位。好，18号简陶集团对于小姐的义卖感兴趣，恭喜于小姐，恭喜于美人。同时呢，也让我们有请品牌方代表上台，掌声欢迎。什么？简陶？不，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邀请简陶的时候，平阳明明跟我说清楚了，说他自己有自己的慈善基金啊，只是卖面子练习，不参与义卖啊。地方，帮你站台。你怎么说来就能来？是不是又给简陶背书了？哼，还挺有两下子的。不敢当。好，让我们有请庄先生为我们说两句话。感谢于小姐勇敢分享面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在这个地球上，人从来不应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尊重其他生命就是尊重自己。说得好。同时，于小姐勇敢面对真实自己的态度和简陶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如果于小姐能够担任品牌代言人的话，将会是简陶的荣幸。不知于小姐是否愿意？美人姐，这个真好，这可是从不仅代言的，真羡慕美人姐，天哪，代言！那为
你说的，别乱说话。哇，简陶集团的小庄总已经发话了，于小姐，你也说两句吧。小庄总。棒棒糖不吃啊？那给我吃吧。哥，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姐姐，吃糖吗？哇，这是简陶牌的糖哎，我也经常买的。他说的是这个。你是小学生，应该没什么零花钱，不用花在我身上。你有点钱自己买模型吧。姐，这你就真不用担心了，我零花钱。这是上次你随手送给我的，如果是真的花应该很贵，我想还是还给你比较好。美人姐，你刚才在台上讲的真好。不愧是你，太飒了。小庄总来了，我们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了。拜拜。别想了，画室是我自己买的。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那现在是什么桥段吗？甜甜看了都要喊土的程度。该不会你父母会突然出现，甩给我1000万，让我离开你吧？这么说，你是答应跟我在一起了？你这个人，怎么一套上富二代身份就变得这么油嘴滑舌起来？你闹这出新闻，你父母知道吗？忙于工作的父母，志不在此的儿子，好久不见，一见面就提出这么离谱的要求。父母赶快抓住机会，让你回去继承家产。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你终于肯开口来找我了，是为了谁？就这儿，简直是甜甜看了也要喊编剧偷懒的程度。自家人的事儿吗？好说。虽然这句话很俗，但我还是想说，到底是贫穷限制了我和编剧的想象。想开拓思维吗？怎么说？跟我见我父母。啊，你这个跳过步骤了吧？你想要什么步骤，我都听你的。我明知故问，我谁跟你扯这个了？那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住在我家这种地方体验生活？家里的钱永远都是家里的，跟我没关系。嗯？张太太，不才，正是在下。等会儿，姓张的是谁？我前夫啊。不瞒你说，他还有个秘密身份，是鬼族二房子鬼君来的。鬼？死人？怎么说话的？不过呢，那都是上一世的事了。下一世，他喜欢一个叫美人的人。你也知道，我叫虞美人嘛。那冥冥之中，他喜欢的可不就是我了？冥冥之中，看来不是真实。唉，虽然那是上一世的事，但这份感情我会永远铭记在心里的。
那我应该感谢这位张先生，给了我机会。嗯呐，你应该常怀感恩吧你。好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趁我心情好，都交代了。没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不对，还有件事。快说快说，洗耳恭听。这个追雨计划不太好用。一个都没奏效，我的精心设计。那都是我写着玩的，没怎么花心思。花心思了，没用。多了。因为你根本就不为所动。别说。什么？你对我用了？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没有印象？所以说不好用。那既然你都看到那个表了，你为什么还这么淡定？其实也没那么淡定。你听我解释。我很意外，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上心。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没有读出我字里行间的愤怒吗？我也很奇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和你应该无冤无仇吧？不，你错了，大错特错。岂止是无冤无仇，简直是深仇大恨，好不好？华大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那这个表格，见面没两天就安排上了，不至于啊。嗯，华大确实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我们的仇的确是在华大结下的。完全没印象。对，没印象，没印象就是原罪。那要怎么赔偿，你才满意？想知道吗？求我呀。现在可以告诉我，第一次见面在哪儿了吗？今晚再告诉你。起这么早啊，小慧，你怎么来啦？陪我妈来看未来儿媳的。哦，那你先去吧。那你忙完记得来找我玩哦。姐，未来儿媳是你。别紧张，我妈来清水村考察果园供货地，听说我在这儿，顺便来看看。其实，果园离这里也挺远的，没有那么顺便吧。姐姐，你不想跟我玩啊？没有，小慧，姐姐当然想跟你玩啊，只不过姐姐突然有点头晕。庄宇，你不用管我了，你跟小慧先去见你妈吧，我休息休息就好了。姐，你这演技有点浮夸。什么？哎呦，听不见，听不见！我脑袋不舒服，耳朵也不舒服。我先去视察一下这里的人土风情，你约好叫我啊。怀孕呢？
刚才嚷嚷着偷能量的时候，不是还挺精神的？对，讲到这个就来气，你总不能仗着自己老年人作息总是偷我能量吧？现在不远了。该谢了。谁让你偷我能量？能量属于早起的人。但我属于你。锦鲤树，你什么时候种的？打装修费的时候是你提起的，你不记得了？我记得你那时候没有答应啊。哇，这都可以种云杉哦，不，胡杨了。开心点了吗？我不是不开心，只不过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见你妈呢。比我一年前还突然？那不一样，那又不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那就更应该见见。听锦溪说，你家那位好像不太平易近人啊。就是你用狐媚之术从我儿子这儿骗的代言人。我没有。阿姨，我没有。我只这些钱够让你离开我儿子了吧？自信点，再加两个零，而且我妈不是走这个路线的。对哦，差点忘了，你妈不仅仅是贵妇，还是霸道总裁。姓名？虞美人。年龄？27。25岁以上的候选人我们已经不考虑了。阿姨，不是总裁，我是博士毕业来着，毕业之后就已经超过这个岁数了。哼，博士？干什么工作？前美妆博主，偶尔接接广告，还在大学里兼职助教。收入不稳定。总裁，我现在收入的确，但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努力的。秘书，下一位。总裁，不要，你相信我吧，我肯定会，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你不要，放开我，别。我妈不看重这些。哦，我知道了，你妈看重的是这个吧？小鱼，猜好了吗？哟，什么味儿这是？阿姨，这作业马上就好了。家里有一个人会做饭就够了。我害怕。好了，别乱想了，我妈就喜欢你这样的小姑娘。你妈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我喜欢的，他都会喜欢。哦，那好吧。那你说说，你喜欢什么颜色？黄色。你喜欢的，我都喜欢。我什么时候喜欢黄色啦？你。哦，那是朋友圈连续分享多首歌曲可以得会员，我都是随便选的。哎呀，小美啊，你看谁来了？大家。我们也许可能还需要点时间，麻烦稍等一下。好好。啊，我只是在帮他擦镜片啊。我们在。为什么不关门呢？你妈看起来好凶哦。你说她会不会喜欢黄色？要不然待会儿你问问。您先喝点茶。
山里的茶。别客气啊。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妈。阿姨好。啊，坐坐坐坐坐。哦，我去给你们加点热水。不用不用不用，刚刚装过的水。喝茶嘛，就是要喝热的。没事，我再去加点。你怎么回事？逃得过一时，逃不过一世。啊，我来就行了。我弟弟就是这么懂事。不是说你不好的意思啊，你也很好。我在说什么？快停下！完了，说都不会话了。说的挺好的。哎呀，刚才啊，我跟你庄阿姨还聊天，说你们两个呀，真是太有缘分了。那他们从高中在一起就是一个学校的，这样一路就走到一起去了。是是，我们家小美从小成绩就好，哎呀，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这个地方啊，要考到城里上高中，那是很不容易的。嗯，哦，没有没有，庄阿姨成绩更好。这个时候不说，我懂你成绩了。我怎么敢呢？小美争气，你们也不容易。只要孩子好，我们辛苦点不算什么啊。我听小庄说，你们家是做小食品生意的。对。今年这生意是真不好做，啊，能撑下来就不容易。那您每天？要起早贪黑了。我们家运气好，今年还过得去。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小庄他爸爸，啊，他爸爸不在。哎呀，不在了。哎呦，我跟你说这，哎呀，都怪我多嘴，我就不该问了。好了，那个亲家母，那个您节哀啊。哎呀，那个阿姨，我爸爸他主要是负责一些国外的业务，他不在国内。不是跟我的，不是我，哎呀，我这理解能力，哎呀，我这草率了，草率了，哎呀，那你这个小食品生意都做到国外了，哎呀，不容易不容易，非洲吧，啊，我听说呀，这个“一带一路”啊，哎，是有政策的，啊啊，是啊，来，阿姨，我来给你加点水，有。哎呦，你看你这个孩子，你坐，慢点慢点呀！我去看看大美搁在水上面。啊，看看看看。擦擦擦，没事啊。擦。小雨，你跟妈妈出来一趟，陪我去换件衣服。哎呦，你说你这个孩子毛手毛脚的，非要抢干什么？我不是在这儿。哎呦，再说了，我这张嘴，我刚才说什么了？哎呦，好了，太不礼貌了，没事的，没事的啊。再说了，他们家做这个小食品生意，说不定啊，还指望着我们家小美帮他们做做推广啊，带货什么的呀。啊，是不是小美？没事的，得亏咱们家女儿优秀哈。刚刚你妈对你说了什么？是不是对我印象不好？没有的事，别多想。这个，哎呀，我先说两句啊。来。行。这个，感谢亲家母来到我们清水村美人民宿莅临指导。不是，我是说，祝两个孩子越来越好。对，来，干杯。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好，来，干杯。这个果汁啊，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我专门听说他们俩要回来，从网上订的。哎呦，我们村子里没有这个，太贵了。爸，你别说了。啊，你们费心了。哎呀，应该的嘛。阿姨，你是不是吃不惯农家菜啊？啊，是，好久没吃过了。啊，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啊。喂，啊，吴总啊，啊，
那个1亿的合同呢，我让秘书给你送到办公室了。哎，小慧啊，我们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呀？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你是说这全部的品牌啊？小庄。哎呦，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也是刚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不好意思，哎呀，这个亲家母呀，我们这个粗茶淡饭您肯定吃不惯。走走走，咱们上饭店啊，上外面饭店吃好不好？啊。亲家母啊，嗯，您太客气了，这么好的农家菜，外面还真是尝不到的。阿姨，你也喜欢吃这个啊？不然你以为我哥为什么爱吃这个？来，张慧，多吃点来。有小慧的口味随她爸，不喜欢吃这些。啊，还是小雨的口味像我。哦，那好，喜欢吃就多吃一点，趁热吃点，尝尝。哎，您尝尝，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豆腐。谢谢。哎呀，我发现啊，这小庄的性格都像您，啊，稳重，能成大事儿。啊，是。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来，吃块肉，吃块肉。哎，尝尝。小雨的性格，不像我，也不像他爸爸。啊？他从小呢，就不爱说话，也不爱接触人。以前我们工作忙，没时间陪他。嗯嗯。总以为给他更好的物质条件是对他好，谁知道差点把他培养成了植物人。啊？这，植物人？妈，你没你说的那么自闭。你还说，要是没有小美，你会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呢，我早就发现小雨的变化了。以前没事儿就不会跟家里联系，现在还知道找我们帮忙呢。小美，你都不知道阿姨有多欣慰。欣慰？你们家欣慰是这样用的？嗯，我妈巴不得我哥啃老，好因为他疼爹母爱的缺失。您这也太夸张了，你别让叔叔阿姨们误会了。这是？哎，没有，真的。我的意思是，我和他爸爸都感觉到小雨的变化特别的好，变得更温暖，更开朗了。这样说对了吧？您随意，您开心就好。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一看到小美，一看到你们，我就明白了。只有这样的阳光，这样的土壤，才能开出小美这样灿烂夺目的花。这说的真好。那个小慧的语文水平随我妈。哦哟，这么厉害啊！孩子还会跟我开玩笑呢。妈，您多吃。喂。看，还会过夹菜了。小美，我刚才悄悄地问小雨你喜欢什么，这次我离家匆忙，没来得及准备。我好让底下人安排一下。不用了不用了，阿姨您太客气了。小雨也说你不讲究这些。哎，所以说嘛，永远也别指望从男人那里得到实质性的建议。嗯，哎，我就自己发挥了，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喜欢，谢谢阿姨。不过，你是什么时候拿过来的？自己家的专车，送一趟还是方便的。哎呦，来，感谢亲家公亲家母，培养出了这么好的女儿。哎呀，小庄优秀啊！小庄才优秀呢，还是你们培养的好。哎呀，祝他们越来越好啊！干杯。